大家早上好。多两个礼拜就是什么日子啊？投票日啊，投票日。投票日是整天你能够在八点到五点之间，你可以去排队投选。不过我们教会聚会是在九点到十一点。我们来教会，我们回国家祷告，祷告了完了之后呢，我们各自的去这个选举站去选举，啊，你说好不好？有意义的，来到教会祷告先，为国家祷告，为政治领袖祷告，为教会祷告，然后过了之后，我们才去投票站。我们做什么东西都要祷告，特别是今年的这个选举日，这个大选，让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把神，把这个国家交托在神的掌管手中，让神来掌管，因为国家对基督徒是有意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选举国家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是神选的，所以既然是神选的，基督徒就需要祷告。要先祷告，把政治家、国家的领袖交托给神，不管他是怎么样的种族，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神都一直掌管的。成为一位基督徒呢，我们的责任是祷告，祷告是有力量的，祷告能够改变很多很多的属灵的东西，所以我们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抱负，这样的责任，就是有祷告的能力的责任，我们要使用出来，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大，你都可以祷告，有一些因为害羞，所以不敢祷告，其实你自己在心里头也可以祷告，不过我们每一个都要有胆量的，如果你为别人祷告，你一定要给别人听到吗？没有理由说在心里为别人祷告，开始可能还不习惯，就不要紧。成为基督徒这么久了，我们要学习祷告。怎样学习呢？在你的家里，在你的房间，在你的冲凉房，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大大声祷告，没有人管你。你可以大大声的唱歌，唱诗歌，也没有人去干涉你。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能够说，你的祷告很好很好，可是我的祷告不好哦，没有这样回事的。我们必须每个人都要祷告，从简单开始，不要一开始学习祷告就长篇大论，不需要。你说两句三句就好了，慢慢你就会进步，慢慢你就知道如何用怎么样的句子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这样的信心去祷告。做每一样事情开头是很难的，可是必须要开始，不开始你怎样去进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祷告，特别是妇女，在吉隆坡我认识一位妇女，她行动不方便，可是她很爱祷告，她不但在自己的房间，在自己的这个灵修里面祷告，同时她时常拿起电话去用电话拜访其他的弟兄姐妹，打个电话啦，不要
不要等，不要11、12点打给别人了哦。哦，下午啊吃饱饭了之后啊，还没有睡午觉之前啊，摇个电话问他，哎，姐妹啊，你的属灵生命如何啊？有没有长进？啊，没有长进的话啊，要啊要，我们要长进，互相鼓励哦。然后为他祷告啊，在电话上可以为他祷告，祷告2、3句就好了。好，啊，这样子啊，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啊。不要停在那边，停在那边就变成死水啊。你们有没有喝过死水啊？死水啊，不好喝的，有腥味的。好，如果我们的生命好像死水这样啊，哇，你说吧，有什么味道啊？没有馨香的味道啊。基督徒要有馨香的味道，明白啊？好，今天我们来打开圣经，再次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约翰使徒，使徒约翰写的。这位使徒约翰，他在圣经里头5本书是他写的。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呢，都是在新约里头，就是啊。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然后最后一本呢，就是启示录，启示录也是他写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翰呢，他是爱神的，他非常爱神的，所以他所写的书信啊，都是关乎到爱的，啊，神的爱啊，人的爱啊，啊，这样子的。约翰福音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爱的真理，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我们的属灵生命。然后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时常要长进啊，时常要更新，时常要看顾啊。所以约翰福音告诉了我们关乎到耶稣的生平，就是因为约翰跟耶稣很接近，时常都在一起，约翰吃饭的时候做什么东西啊，都要靠住耶稣的，所以约翰很认识耶稣一举一动。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们时常在一起，时常谈天，所以他们都有心理上啊都有沟通的啊，谈话都有沟通，所以约翰呢很认识耶稣的。我们来看29节，第一章的29节。次日耶稣啊，不，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第29节到34节告诉了我们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再仔细的去考察神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这个中午
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尊敬，我们崇拜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住在我们里头的那位真神。你今天早上来打开我们的灵眼，认识你，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使到我们的生命有长进，有成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交托，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Amen。 在跟这几个礼拜，我会说到耶稣如何造他的门徒。耶稣有十二位门徒，耶稣一个一个把他的门徒召过来，召过来，就是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召来，成为耶稣的门徒。有几位耶稣的门徒这么容易被耶稣召过来，是什么原因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位施洗约翰的缘故。因为施洗约翰在耶稣还没有出道之前，曾经跟他的信徒说了几句很重要的真理。因为这几个很重要的真理呢，约翰的门徒很快的就跟随了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本来他们是跟随约翰的，跟随这个施洗约翰的，可是因为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其实我呢只是开路罢了，我是开路先锋，我不是那一位救世主，可是呢将有一天这位救世主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谁，那时候你呢就会跟随这位救世主，不会跟随我。他很清楚他是暂时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施洗约翰是最后的，是旧约最后的什么呢？他是最大的先知，也是最后的先知。这位最大的先知知道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耶稣这位施洗约翰，他是什么原因能够很正确的知道将会来到他面前的那个主耶稣就是救世主。也就是因为施洗约翰的关系，很多很多人都认识了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有很强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不是他自己从他的身上出来的，是他，不是他的智慧告诉他的，不是。他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因为呢，神告诉了他，神已经在旧约里头告诉了他关于耶稣出道的时候，出道的那一刻是怎样子的。圣经告诉了这个施洗约翰。今天我们就来看究竟这个施洗约翰他认识耶稣什么东西，使到他能够影响其他的人。
第一，很清楚的，二十九节告诉了我们了。耶，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的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里很清楚了。啊，有一天，耶稣经过，圣灵就告诉他，就是这位救世主，就是这位，这个人就是啊，以色列人的救世主，就是人类的救世主，很明显的，施洗约翰看到了。当施洗约翰看到了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看了、啊，他跟他的门徒说，哎，看了、啊，这位就是神的羔羊，这位能够除去我们人类的罪孽的人。”这里施洗约翰告诉门徒说：“哎，这一位就是圣经，就是旧约里头所指的那一位，他是救世主。这位救世主，第一，他是羔羊来的，他会为我们舍命的羔羊，因为他在旧约里面看了很多很多关于羔羊的事情啊，很多很多那些旧约的人物曾经献祭给神的时候，都是用一条羊啊，都用啊羊来献祭，所以耶稣就成为这个代表羊的羔羊了。那他是神的羔羊了，他不是真羊，他是人的那个羔羊啊，他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耶稣，他是人来的。旧约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次关于羔羊的献祭，耶稣就是最高超的那一位羔羊，被献祭出来了。这位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说得很清楚，这位羔羊，神献给我们的，这位羔羊，从神而来的，这位羔羊，将会为人除掉一切的罪孽。这位羔羊，他拯救我们，这位羔羊救赎我们。就是这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在旧约里面看得很清楚，哦，就是那一位了，圣灵给他知道，哎，这就是那一位了，所以他很清楚地看得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认识耶稣吗？我们认识耶稣是如何认识的呢？当然了，是借着圣经的描述。圣经的描述还不但是圣经的描述，而且圣灵给了我们智慧。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的描述活起来了。我再说一次啊。不但是圣经的描述给我们认识耶稣，同时还有圣灵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看到耶稣被描述出来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真的实况，看得很清楚，因为有圣灵的光照，开了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的属灵眼睛，看了属灵的东西，哎，知道这就是救世主，他就是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能够除掉我们罪孽的神。啊，是圣灵告诉了我们。啊，所以我们有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很重要，这本圣经能够告诉我们关乎神的一切的事情。哇，更奇妙，我们
接受了主耶稣之后，我们有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里头光照了我们的头脑，光照了头脑之后又影响我们的心接受，所以我们就哎呦活起来的去接受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以情感接受神的话语，不是。哇，有些人，有些啊传道，他们很会讲话，他们的啊讲话的方式就好像啊嘴里头啷个有啊，弯弯啊。时常的鸟都可以拼在手掌手掌。哎，不是不是，啊，神的话语不是借着啊油滑的嘴那边来使人受感动的，不是不是，是因为有圣灵，这个圣灵给打开我们的灵眼，我们的灵眼很模糊的。因为我们的先祖已经败坏了，败坏了我们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一直在败坏的，败坏的身体如何看到属灵的东西呢？不能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圣灵光照我们的属灵眼睛。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但我们思想能力啊跳起来。而且我们的心的感受也能够得到，啊，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很荣幸，我们有这个圣灵内住，圣灵扶持我们，啊，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就是当看到耶稣来到前面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这位就是神的羔羊，就是神派来的那位为世人赎罪的那位羔羊。因为圣灵告诉他，他怎样知道呢？就是圣灵啊，在那里看到啊，我们就在这个32节就说了，耶稣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施洗约翰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位耶稣啊就是神的羔羊？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降到耶稣的身上。因为有一天耶稣要受洗嘛，每一个人都要受洗，耶稣也是要受洗的。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说，约翰，我要受洗啊。这个约翰一看到是耶稣来，耶稣里面的那个圣灵就光照了给这个施洗约翰知道，这位是就是主来的。谁靠近耶稣就会得到属灵的看见，突然间你有属灵的眼睛的。耶稣来到约翰施洗约翰的身边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很快的知道这就是神来的。因为耶稣是不平凡的人来的，他是神来的。所以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跟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我要受洗。哇，施洗约翰他就退了一步，他说，我不能够为你受洗啊，你应该是为我受洗的，因为你是神，为什么我要你受洗？可是耶稣说，啊，你为我受洗，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当我被受洗的时候，啊，
圣灵来到耶稣的身上，啊，耶稣就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啊，约翰那个时候就看到，哦，这就是那位救世主，这就是那位救世，神的羔羊。来，从这里我们看到，哇，这位施洗约翰呢，他认识耶稣。第一，他因为从以前从小的时候，他一直认识关乎到神的东西，他明白到神的羔羊有一天会出来，有一天会显明在他的面前，所以他知道他必须成为这位福音的开门，福音的开路。他继续做这个福音开路的工作的时候啊，耶稣有一天就会出来，就会彰显他是神的羔羊。是因为这个圣灵从天上降下耶稣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的认识了这位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啊。我重复在这里告诉大家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很正确的那种认知啊，就是耶稣第一他是羔羊，第二他是圣灵充满的。耶稣是羔羊，他是圣灵充满的羔羊，当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哇，第一我可以看到他是完完全全的神，第二我也可以看到他是完完全全有能力的神，第三我可以看到耶稣是那位神啊派下来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生命的那位神的儿子，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哎，这位耶稣是真的。所以怪不得施洗约翰的门徒听了施洗约翰讲了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哇，他们很快的就找耶稣成为他们的师父了，他们改师父了啊，不跟施洗约翰了啊，本来一直都是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现在已经看到了正确的东西，所以就跟了耶稣了。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老师是什么原因？因为施洗约翰的原因，施洗约翰帮助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直到他们每一个都认识了正确的那个老师，正确的神的羔羊，他就是救世主耶稣。还有第三点，很肯定的告诉了我们，这位耶稣就是救世主，是在34节，这个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哇，很肯定的，他心里承认，口就说出正确的话语。他说我看见了，因为我看见了，所以我心里很承认这位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我用我的话语证明说出这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能够说出这一句话呢？这里是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旧约里头，旧约圣经所说曾经说了这样的话语，在19节里面说，约翰所做的见证啊，不，18节那边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当施洗约翰认识耶稣的时候，从耶稣的那个身上，他可以认识了天父。
因为耶稣一直在这里说天父的怀里面，啊，就是说耶稣很靠近天父，就好像妈咪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啊，孩子在妈咪的肚子很靠近妈咪的，很靠近妈咪的心的啊，那种情况啊，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就好像 baby 在妈咪的肚子里面靠近妈咪的心那么靠近的情况，很亲密，很亲密。来，当这个施洗约翰看到这个耶稣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就是他，就是天父，就是神。哦，说了这么多，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呢？在这里学到什么东西呢？我们要问，这段经文说了很多关乎施洗约翰如何证明耶稣是那位救世主，同时这位救世主是天父派来的，是父子的关系的。啊，我们从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呢？从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语里面我们学习了什么呢？学习了之后我们要回应，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第一，我们要回应的是关乎到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三十六节也同样的，施洗约翰讲了这一句话，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次施洗约翰跟门徒说，看啊，这就是神的羔羊。然后在这个二十九节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加了这一句话，这位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这里说了什么呢？施洗约翰就是告诉了我们真的事情，这是真真确确的事情，这就是耶稣，这就是救世主，这就是神派来的那位羔羊，从天上降下来为世人救赎的，给世人救赎的，为世人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这位羔羊，就是那位主耶稣。我相信这个施洗约翰讲了这两次话的时候，同样的话的时候，我明白他心里带了怎么样的包袱。他的包袱就是，哎，我认识了耶稣，什么风浪来我都不会怕了，因为我得到了真理，因为我看到了这位救世主，因为我捉到了这个救世的羔羊。啊，用什么金银宝都不能够买的那种认识，这种认识不是用钱买来的，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东西得来的工价，不是，是因为圣灵告诉他，从神的话语里面告诉了他，关乎到这位就是神的羔羊。啊，这个智慧，哇，就是这个真理，就是影响了他跟耶稣的关系。
啊，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啊，他不但受了很多的逼迫，同时他也给这个给别人拿了他的脑袋，啊，我相信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不怕的，他知道，哎，我认识了耶稣，我什么东西都不怕了。上帝给了我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啊，就是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啊，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传讲福音，告诉别人，哎，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这是他的责任来的啊。他就什么东西他都不怕了的了，啊，他就把他的生命这样子付出，为耶稣成为开路的先锋，啊。他也知道为耶稣开路，他一定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别人会讥笑他，别人会攻打他，甚至有一天他也被砍头。真的，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如何，可是他因为认识了这位救世主，因为他得到了真理，所以他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怕，他还是一直一直的行走基督徒的道路啊。弟兄姐妹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中我们能够学到的，就是你接受了主耶稣，你知道了这位主耶稣又真又活的，是从天上来为了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是那么的真实。你认识了他之后，你就紧紧地抓住他。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风浪，我们这里有病那边有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天灾人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单看到，我们自己本身也在里头，我们还仍然还是在那边受苦着。可是当你得到了这个真理，当你知道耶稣他是从天上来把我们的罪一切都洗干净了，同时他也给我们智慧和能力，给我们看到在耶稣里万事都能，人不能够做的，可是在耶稣里面万事都能，只有你一直靠着耶稣，你所遇见的苦难耶稣都能够跟你担当，啊，这就是我们的回应，回应这几段经文。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难题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还怕什么呢？抓住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回应。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圣灵就是神，我们有圣灵内住，我们有圣灵浇灌，我们遇见怎么样的不如意的事情，圣灵给我们能力去面对，圣灵给我们智慧去面对，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在，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来，第三，我们都知道了，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认识上帝。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也认识了上帝。耶稣是在啊，耶稣在上帝的很靠近的那一位，成为了耶稣的门徒，我们也是上帝很靠近的那一位。如果有苦难来到你的生命里头，你怕什么呢？你不但有耶稣，你也有圣灵，不但有耶稣也有圣灵，还有天父，哦，三位一体都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都扶持着我们，三位一体都带领着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那么软弱吗？
啊，不再软弱了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因为一切的苦难甚至是死亡，耶稣已经打败了他们。我们还软弱吗？不软弱啦。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神也给了我们从天上而来的一切的祝福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活出耶稣的生命，就是要活出这个荣耀神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为神的事物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要为神的事物而做，我们要为神的事物而活。当你为神的事物而活的时候，为神的事物而做的时候，神的名字会得荣耀。你会知道，哎呀，你很满足，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而做，为神而忙，为神而活。所以啊，你就知道，哎呀，我是那么的得祝福啊，我很满足啦，因为我知道，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的哦，神的名字会得荣耀。以后我在天堂的时候，神会说啊，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美好的孩子，因为你做每一样事情都是为神的事物而做。如果一个人不为神的事物而做，他是为谁做了？当然啦，为人做咯，为自己做咯。可是你要小心啊，如果我们做事情是为人或为人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是为撒旦而做啊。因为凡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撒旦控制的，甚至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给圣灵控制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给撒旦控制的生命了。如果我们不靠近耶稣的话，撒旦就会来到你的面前，他说靠近我啦。当你靠近神的时候，靠近耶稣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了。魔鬼远远看到你靠着耶稣的，哇，他快快都跑掉了哦，他不会试探你哦。只怕你不靠近耶稣，不靠近圣灵，哇，撒旦远远就看到，哦，你是一个孤寡的人，没有靠山的，哎，很快的他就来侵犯你啊，给你很多很多问题啊。哦，这样子的哦。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就紧紧靠着耶稣。是使约翰的见证告诉了我们啊，只要你靠着耶稣啊，一切你生命的难题，耶稣借着圣灵就会帮助你解围。所以我们说成为基督徒，我们是有恩典的人。什么叫做恩典的人呢？就是有神的光照啦，神是我们的主啦。所以当我们有神的光照，有耶稣成为我们的主的话，撒旦就不会进来哦。耶稣是光吗？当魔鬼看到耶稣看到光的时候，他是黑暗，他就不会来咯。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哦，基督徒啊，你们要明白啊，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是我们盼望的一切，是我们啊
每一个时，每一段时间，每一分钟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耶稣的。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要活出来哦。我们为主而活，我们做主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我们就会活出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来，为主而活的。最近在报纸上也看了一些新闻，这些新闻看到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啊，没有耶稣的人啊，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不但脆弱，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很没有盼望，没有盼望这样子活，所以世界的苦难是很多的。可是如果你有神，你看世界的苦难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你不会失去盼望。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的话，很容易的我们就跌下失去盼望的地步了。好，所以从这个施洗约翰的生命里头跟他的见证影响了我们对神的那个真诚，认识了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对耶稣的爱就越来越高深，认识了这位真神，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光亮照耀，使到我们所走的这一位这一条路呢是光明的，这条路啊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很荣幸，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真神，这位耶稣，他是救赎我们的耶稣，他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一切拿掉的，同时他也把死亡战胜了，他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不惧怕，甚至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不惧怕的，因为肉体死了，我们仍然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继续的永远活在这个宇宙里头。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感谢主耶稣。今天我们回应神的话语，我们求神继续的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啊，属灵眼睛看属灵的事物，一切属灵的东西，我们知道圣灵会光照，给我们看到更清楚，这个世界黑白不分，是灰色的世界，可是当我们有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也可以看到世界的光明。我们是属于光明的，我们会离开黑暗，所以感谢神，我们是属灵人，我们跟世界的非信徒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很感谢我们的上帝，是荣幸的生命，我们有的是荣幸的生命，是神选召成为他的儿女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告诉了我们，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救赎的神，
同时他也给我们力量的神。更特别的，我们认识了耶稣，也就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光照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的生命不因为世界的凌乱而退缩。我们会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抓住光明，耶稣就是光明。谢谢你，谢谢你告诉了我们，给了我们智慧，看到你的真实。你是那位真神，是那位羔羊，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盼望的一切。谢谢你告诉了我们关乎属灵的生命。主啊，你来继续的拿开我们的软弱，继续的使到我们的生命更有富足，因为在主里面一切都是光明的。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 Amen, Amen. 愿神祝福大家，下个礼拜见了。